猪@CTICAR 就是 CTICAR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猪哥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主观镜头一镜到底的试驾时间，一样要带给大家最真实的试驾画面。尤其今天试驾这台是保时捷最新的中期改款的凯宴 Coupe。它的标准车价呢，要价391万，因为它是 V6 版本，3000cc 涡轮增压引擎，353匹，51公斤米的扭力。但是除了391万的车价之外，这台车还额外选配了324万的套件呢，都快可以了，再另外买一台凯宴 Coupe 了。其中呢，有一辆单项选配，要价超过100万的，就是108万8600元的碳纤维运动轻量化套件。原厂就是这个12.6寸的，非常像泰卡的这个数位的仪表板，中间这里的12.3寸。但是呢，值得一提的就是旁边这里，镜头呢移到正中央去呢，才能够看到这个非常棒的10.9寸的副驾驶座前方的娱乐屏幕。但是呢，当你从正驾驶座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呢，它有特别的镀膜，所以呢不会担心驾驶去看到第三个屏幕，因此分心。还有这台车呢，它原厂就标配了 PASM， 但是呢，这个保时捷主动悬吊呢，它原厂是标配钢制弹簧，但这台车它选配了气压弹簧，气压弹簧开起来呢，并不是变得更硬，我觉得呢，它这台车呢，慢慢开的时候呢，反而这个气压弹簧让车变舒服、变软的。但是当你在 Normal、Sport 以及 Sport Plus 的差异底下呢，它的落差却变得更加明显，而且呢，它把车盯住的感觉变得更加的柔软的感受。我觉得这个气压弹簧的感受呢，差别真的蛮大的。还有这台车也选配了 PDCC， 也就是呢保时捷的动态悬吊的控制系统。这个中间的落差最大是前轴的那个电子的防倾杆，在做动的时候呢，当你这样子过弯的时候，它前轴那种防倾感觉突然间增强，有感的，这真的是有感的。